我说你们别太搞笑，有人在网上卖孙杨的签名照，孙杨在线辟谣，都不是我签的，我签的没那么精准。回复，我来给你解答吧，你的大概率是自己拿照片遇到本人要的，我这边可以直接安排见到本人，请问还有哪一点有问题？孙杨，我是谁呀？